真是给我。真是恭喜哦！你太客气了啦。你是主治医师，我刚生日不啊？我吃你的蛋糕嘞，多谢。什么新年啊？别客气了。你中到高云，要斗阵吃饭无？哦，好啊，无这这个看时间啦。安尼，我等下找你哦。人有影真现实，现在主治医师了，那蔡主任唔敢了，连较早无咧小少问的人。我开始招我吃饭啊！啊，不过我即卖状况，是当维持偌久？哎，周才，啊，张医师，这届多谢你哦。免客气啊，你老夫人交代，一定要做会到嘛。对啊，我看你那时嘛真听老夫人的话咧。这当然哦，你唔知影老夫人偌厉害咧。安那讲啊？做这代志。医院哦，发个大细声，拢无路用。啊，阮老夫人呢，轻轻啊，扫两声，代志就过啊。对啦，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哪像嘛有印象嘞？遐王董也对老夫人嘛真客气的。老夫人敢若嘛甲王董的斗三工过几啊届啊？对啦。我甲老夫人咧抬杠的时阵，我听伊讲，伊常常一个人真寂寞。啊，除了饲完，伊敢无别个亲情？亲情当然是有啊，啊，不过陪在老夫人身边只有伊完尔。啊，伊完若是去走摊吼，就无人陪伊啊啦。哦。老夫人，哎，张医师，你来啊？是啊，我来看你有好无啦？来，阿妈来吃饭哦。啊，这边时间到啊。嗯。叫我弟弟啊，你先去无？好。老夫人，来吃饭啊。我来甲镜头瞧一下，你看你较好食饭。好，安尼好坐无？都免安尼劳烦你安尼。袂啦。老林，啊，这菜甲肉敢会伤重？袂啦，啊，这肉伤大块。我来加加的好啊，加较细的你较好食。来，安怎？食有惯习无？这菜吼。拢是病院营养师调配出来，应该是真营养啦。啊，我食多呢，白食无味。我老人吼，较经食歹势啦。老夫人，你免歹势啦。其实哦，我嘛感觉病院的饭菜有够歹食，歹食，歹食。歹食，歹食。嗯。嘘，你莫甲别人讲哦。老夫人，看你爱食啥，我来去甲营养师参详，叫伊哦小做调整一下，让你才敢欢喜，还佫健康。哎呀，真真真，哎呦，有你这么好医生，哦，是我的福气啊。老夫人，啊，你手哪样冷啊？嗯。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用在了门诊顶，血液循环不通啦。我来替你量量。骗啦骗啦，哎呦！啊，叫你做大医生啊，你干阿哩啊？等下我叫伊看护夫干阿哩哩就好啊。别紧啦，老夫人，
虽然我是你的主治医师，也毋过吼，我甲你当作大家阿妈咧照顾，你着甲我当作你的孙好啊啦。哎呦，我哪有遐有福气，有你这个大医师做我的孙啊，无遐好啦，那有我着足欢喜的。老林，迄吃完才无闲，常常要伫咧身躯边陪你，啊，你一个人，敢会感觉足孤单的？这嘛无法度啊！啊，伊若事业无闲，也免怪伊啦。其实我嘛有这种感觉，自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就无爸爸，除了阮妈妈。嘛，无其他是大人咧疼我。我若是有一个阿嬷，我咧想讲，伊一定甲你同款慈祥，同款有智慧。啊，你阿嬷咧？阮阿嬷伫我出世之前就过身啊，所以我只是人想要有阿嬷的愿望，可能无多完成啊。想讲的，嘿，既然讲吼，咱两个遐尔啊有缘，我过去收你起来做孙啊，客孙啊，啊。多谢老夫人才看得起我啦，啊，不过意外出事，佮袂紧，我哪有资格做老夫人的客孙啊？我讲资格都资格。唔是咪人家有意见，那唔过那呢，资源都变作我的客背啊呢，我是惊伊不同意啦。嗨，迄是我收你起来做客孙呢，伊甲伊有咩关系？咱两个有缘呐，不要紧，卖插卖插咪。啊，对啦，哎，安尼我就来甲阿强讲。叫伊准备一个水米，听我拜祖先。好，阿妈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啥啦？搁不行呀？这收客孙哦，大代志呢。啊，都要让你妈妈知影，经过你妈妈同意，才会用伊啊！这大代志，袂安乱来哩，袂用伊，袂用。阿妈，这你放心啦，我妈若知吼，伊一定总欢喜，一定会同意的啦。同意哦！哇，你解放解放！啊，我食饭，我食巴肚笑到咕咕咕。为了老夫人这个靠山，就算以后王当初想要为难我，也要小顾虑一下。